他一直都是懒傻馋呆，跟他在一起日子一眼就能看到头，这种人不分手留着过年啊？报销？别闹，报销。就算他人在这我也这么说，你看他刚刚在那上面那个小家气的样子。胸前我们的翻译官有够呛，开对前男友不分手留着过年。肖总您好，初次见面请多关照。确定是初次见面？林总监很像我一位旧友啊。宋茜和陈星旭在新剧《我们的翻译官》饰演首席口译专家和智慧翻译科技公司老板，两人呢曾在大学时交往三年，结果陈星旭被宋茜狠提分手，八年后又在工作场合重逢。希望我们可以长期合作，共赢共赢。好，来，林夕，你不能喝酒，你刚吃了胃药。去点一壶菊花枸杞茶。好，还是肖总体贴啊，多谢肖总。我是为自己点。你好，我们这桌点的这个非同鱼片，帮我跟后厨说一下，不要放辣。哎，这是我们点的餐。沸腾鱼片。有没有搞错呀？沸腾鱼片不加辣，这是哪门子做法呀？是那位先生特意嘱咐去辣的。肖总，你不吃辣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我不吃辣要跟你报备吗？肖总那么帅气，有没有女朋友啊？肖总如果实在不方便，有过。几个？一个。肖总爽气啊。那肖总能不能跟我们聊一聊你生命中唯一的那个前女友？平淡无奇，就像一杯白开水，对人无益也无害，可喝可不喝，不咸不淡，比比皆是。肖总，在这么多人的面前说前女友的坏话，您看起来不像是那么没风度的人呀。我说的算坏话吗？他当年也是这么说我的。他是为了你才把沸腾鱼去辣的。想多了，本来就不能吃辣。菊花茶怎么解释？他自己想喝呗。所以他在餐桌上说的是真的，八年前你因为嫌弃他没出息才分手。我承认我们爱过，但跟他在一起两年的时间，他一直都是懒傻馋呆，跟他在一起日子一眼就能看到头，这种人不分手留得过年啊？一眼嘴硬了。报销？别闹，报销。我干嘛？你吓谁啊？就算他人在这我也这么说，你看他刚刚在那上面那个小家气的样子。刚才听见谁说我懒傻馋呆来着？啊，说我呢，说我要多跟你学习学习。